嗨，大家好，我是生活在耳湾的地产经纪李斐，我是 Jack。昨天我有邀请另外一位同事 Serena 跟我一起为大家带来了耳湾的新房源，一间全新房。看起来大家对于这种搭配解说的方式比较能够接受，没那么无聊，所以今天再抓来 Jack 帮大家带来另外一栋位于核桃市的新的 listing。是的，这个地址是21940 Surreal Court Walnut California， 位于核桃市最著名的小区 Snow Creek Community 中最好的街道之一。那我们就一起进去看一下这间房吧。Let's go。核桃位于洛杉矶中东部地区，是继圣盖博之后华人比较青睐的第二聚集区。它到我们熟知的罗兰港、钻石吧都非常的近，只有几分钟的时间，上60号。57号也非常的便利。Jack 18岁开始在 Diamond Bar 长大，离这里10分钟，对这带非常熟悉，所以今天把他拽过来。那 Jack 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间房。可以，这个房子的数据呢是1988年 Shea Homes 统一建造，4房3浴3车库，室内面积3196尺，占地18000尺，非常大。你刚才为什么说它是 Snow Creek 最好的街道之一？帮大家解释一下。OK， 因为这个小区呢，它 Snow Creek 很大。那这个房子是 Snow Creek 比较深的 Cul-de-sac 三条街的之一，那这条街是这才三条街我个人认为是最好的。为什么呢？因为另外两条街它的坡度比较高，所以呢，如果这个小区大家很喜欢遛弯，你走到外面你上下坡开车没什么感觉，但走路是感觉非常大的。对，我们这个坡是比较平的。很对，比较平。对，并且我们因为是单边的街道，我有注意到我们前门没有邻居，后院没有邻居，是的，隐私性非常好。对，门前也没有车辆经过，只有两户人家在你的右侧会经过你家门口，对，否则的话非常非常的安静。这边呢是我们除了正餐桌之外在厨房内部的早餐桌，早餐桌外面是环绕式的玻璃，看着自己家的后院花园和自己家的泳池。最主要的是我们刚才提到了这间房前面后面都没有邻居，所以你不会看到其他的房子，也没有人可以看到你的房子里面来。
这个房子有很多优点，但我最最喜欢的就是它的主卧在一楼。这个主卧不光有壁炉，它还有推拉门，可以直接走到后院。看一下，我刚发现我喊 Jack 来拍视频的一个不好的一点，就是他个子真的特别高，他快两米高，你知道吗？他站在这个门旁边就显得门好矮，其实这门很高的。你看，我站在这里就是一个正常的门了，他站在门旁边就觉得这个门的size是不是有问题？楼上呢是有三个卧室，那现在我们是把其中一个卧室做成 office， 因为现在疫情以来很多人在家办公嘛，所以是非常好。然后另外呢是有两个卧室，这个卧室用这个洗手间，那这个卧室有自己的 walk-in bathroom。 所以严格来说，如果这个房子三个卧室都来住人的话，三个人有三个不一样的洗手间。临近傍晚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后院。哇，这个后院套句李斐的话 ，so nice， 真的是，我形容房子特别美好的词儿比较匮乏，但就觉得怎么说呢，就是这个院子很宁静，对，很安静，就你自己在这里就会觉得人很放松，是的，对，非常 enjoy 这种感觉，对，然后前两天我晚上来，天上星星看得一清二楚，是，而且你看我们这里的棕榈树，这些我一直说是花钱买不来的。是要时间它长起来的，像我们在尔湾很多新房，你可以装得很好，你可以格局很好，你可以什么都做得很好，这些树啊，当然也不能说花钱买不来，如果你真的愿意花很多很多钱，你可以买这些成品树，用起重机吊着种过来，但是这些就完全已经长好了，非常的舒服。然后我们的泳池，我们的 SPA， 而且这个院子很大，18000尺的地就完全没有任何的拘束感。是的，你看我们的泳池旁边还有这么大的空地，可以放这些沙发啊，然后even我们的侧院，大家可以看到吗？远处我们的侧院都很宽敞，就是你完全感觉不到邻居的这种压迫感。Jack， 帮我拿着相机，我来跳进去吗？算了，下次给大家表演。这里是我们厨房的早餐桌，对着后院自家的景观。再往前走，这边是我们的正餐桌，打开推拉门就是 Jack 刚才演示的。我们自家的凉亭，这个也是我超喜欢的一个 feature。想想看，如果朋友到你家来的时候，不想在室内特别拘束的情况下，对，特别是像现在这个时候，气候这么好，可以坐在凉亭里烤烤肉，是的，打打牌，对，聊聊天，甚至在这边吃早餐都没问题，请朋友喝个下午茶。这个洛杉矶的气候是我们这边房地产真正蓬勃发展的一个最主要的推手，我觉得是的。对，你坐在室外，其实像很多其他的美国的州，你是很难想象的，只有在这里。这种气候，完美的气候，包括它的学区我们都没有介绍。对，核桃最好的学区，它的最大卖点就是核桃学区房。那核桃是东区属于 number one， 这是毫无疑问的。大家很多从海外的朋友都说，我就要买核桃的学区房。那这个就是 your choice。核桃学区18000尺占地，自家泳池前后没有邻居的这样一间房，我们已经不想总结了太多的优点。那礼拜六、礼拜天。Open House， 老规矩 ，Jack 会在这里等你们，1到4点钟，不见不散，拜拜，拜拜。